就是职业的舞者都被打死了，真的。非常害怕，就是马上进，很怕拖累大家，就是拍摄进度，所以刚刚就是很专注的在练。其实很厉害，因为我们通常拍跳舞的戏是会先练习，没有到现场直接就学会了。刚刚学的都没有跳到，又来一个新的，好紧张。脑子要激动的感觉，我刚刚站在那有点悸痒痛苦，这样有拍子，有音乐舞蹈教室，有镜子，可是我却不能动。现实生活中就是完全跟角色互换，我会把跳舞当舒压，这是一个压力好吗？但是我就是如果我的生活中没有跳舞，我会觉得我没有一个出路。